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穿衣安。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住所依许。今天我必与主同行，他深知前途光景。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
各个吼，咱当这家庭礼拜，亲像以前各个带咱家庭礼拜唱，啊，这首就是上爱的诗篇。那我来读，就念121篇的全篇。我要行望山，我的帮助对打落来，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予你的脚扭转，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。看，保守以色列的也无顿眠，也无困倦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阴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未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这事直到永远。当时对各个的皇帝，对咱西拢真艰难。尤其今日，咱伫迄个教会啊吼，听到孟泰因所放的迄条歌，我相信孟泰孟志啦吼，迄是孟志唱的。孟志我是。几多哩？甲自古在赛车时，听讲这首诗就是你迄当时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但是你阵你嘛袂想讲这条歌，迄、那个会叫做对爸爸道别的一首诗。我今日我伫会里面写的是，这首歌实在唱得非常好。啊、所以我喜欢听的这个歌，那个名字的那个感觉，嗯，那我知道是各个啊，最尾迄阵，伊拢一直讲啊，我要来做感觉，我来做感觉、啊，所以咱会当对各个即个讲，我要来做感觉，咱唔好加是讲啊。你要起来，你就是其实咱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尤其讲是孟泰、孟志，孟安良，吼，真的是爸爸最好的见证。我真正讲安尼，咱有经历即届的即件代志，互咱更体会上帝的爱。我真的上帝是没有离开，上帝时时刻刻都在同在。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我们才能够，能够存着一个，感谢神的事。啊，你变成我的习惯，我的职业，我看的东西马上都快读了，给我一个感想，大家写的都很好，为什么写的很好？因为大家有感情，感情在里面，就会有一个一个。大概因为送到二边那个时候。孟恩、孟泰，啊，阿木志，然后我在讲那个先前，喜欢来刚刚讲那个感情，阿杜家的，二哥在讲的是这上，一直说，我去也陪到，我迄日我也去开店，将近两点的时候要离开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说，我们的祈祷为什么没蒙上帝的，那个验证。给我看到书好的时候，读那个，啊，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。后来那从二哥来跟我讲，大哥，你的愿望没有实现，那个上帝老了没有实现，叫我们大家应该在咱的信仰上，要有一个继续去做见证。从我们，你讲一定讲，啊，有人讲我到阿来读神来做牧师，不是？咱早期的长老教有一个背家运动，一个职业团队，在你的职业上来画出你是基督，这个较重要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大哥的志愿，伊的愿望，来做见证，我想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要来完成这样。哦、所以我喜欢看我是认为是这样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没有细读，但是我觉得都很好。的前后，我相信大家拢长大了。我独家，二哥的刚刚那可以做五个人，
虽然不嫌弃了，有时候两个去团队都见证得到啦。那长大了，两个人啊，红牙刷的名底下几个兄弟都被听，虽然你们已经长大，对我们这一届的，已经觉得真的，我们要水皮里面很红。然后我们公安的丢起来不会做代志，还是我们在后面支持你们。他说：“我忙恁搁较好的心情。”我啊，大伙就讲，伊想要去做电机，啊，还未完成，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个会每一个人，就好像说要完成夺父遗嘱这样，就完成他的。我想，明天就是一个好的见证。很多人会去跟别人讲爸爸妈妈的事，大嫂、农民同事啊。虽然离开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在说，还是为上帝在做见证。所以我想，你那载让每一个人就是见证的开始。哦、然后平常就像他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、哦、就是完成各个这个，但是遗嘱一样的说，大家都有见证。我拜六爱顾阮爸爸，爸伊啊，我若伊若要睏以前吼，啊，拢会叫我甲掠铃，啊掠咧，伊拢真好睏，啊，看病了一年啊，我，但是我伊吼有一个问题，我当下就甲阿伯讲讲，爸爸去问大哥去甲请安啦吼，大哥有伊甲看，我爸爸头一届带伊，大哥有伊甲看，啊伊着伊要睏之前拢必总习惯，有拢会问讲大哥都。即嘛较好吼，啊，煞来搁，就去讲一句话，伊有拢有参加迄退休的传教者的联谊会啦，安尼老牧师拢讲吼，伊讲，大哥伊信用真好，啊，人做人真好，拢搁中学一摆啦，一礼拜讲一摆，都较摆啦，要困的时候我来掠铃掠你啊吼，我配合大咧吼，啊，迄个小气甲困咧。手机转来到家吼。是讲，即当即隔壁邻居，啊，嘛是，即，吼，即讲起，哎，各个辛苦个，吼，家用，实在讲起来，大家不相信说各个怎么会走了，哎、呦，所以这个是个好让人变动啊。礼拜三迄个开会场，我一进到个会场，先我看到大哥那边笑。我感觉讲，哎，大哥，其实感觉还佫伫咧，无感觉讲伊是离开了我真久咧。我感觉讲，哎，大哥，我根本就无离开我。后面，大哥哥应该是老阮真好个排练啊，因为伊家己在咧看病啊。因为我印象真深，就是阿天有讲。讲到很小的代志啦，啊，伊当时其实大哥哥都也毋知影，啊，伫病床中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哥哥是着叫大嫂讲，敲电话好济济啊，啊，去一卡电是可能恁无伫个，就住脚的款，因为大哥哥就是安尼，安尼讲关心，啊，伊个很小即摆安怎啊，济济啊，济富啊遐，所以感觉讲啊，伊家己都。在安尼无看白中啊，但是嘛，也是咧关心别人。啊，正是，我有时呐拜六伫迄个来即献花伫遐，啊嘛是真侪朋友拢会问讲啊，大哥即摆是安怎？啊，其实有影迄当阵都有时阵，大哥都嘛特别准备出院啊，我嘛甲真欢喜，甲一寡朋友讲，啊要出院啊，但是。尾后就是搁听着讲，哎，阿大哥都感觉有一点意识不太清楚啊，所以就又要观察，然后就搁转继续留在医院。啊，因为迄当中可能有时我拜啦，礼拜我会到迄个医院陪大哥。啊，正那拄啊好迄个郭美玲嘛，迄个护理师嘛来时，伊嘛是，就我会搁问。哦，迄人伊个意思不太清楚，啊，就会搁伫问讲啊，大哥哥即摆，知影伊家己伫倒位，啊，伊有几个囝，吼、哦，
啊，迄日上帝先大哥拢是讲孟凯伫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尾后我有甲大哥讲，孟凯即摆伫美国，伊咧学迄个西非人机啊，迄个，哦，要准备第几只，啊，尾后大哥听听就甲我讲，安尼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尾仔郭美云过来问讲，啊，你有几个囝？伊讲三个。啊，你迄囝即摆伫倒？伊就讲一个伫美国。啊，了就讲，啊，你住伫台？伊嘛讲伊住台中。哦，啊，即摆家是倒位？我们家是核心医院。啊，尾仔伊当郭美云讲，今天很清楚。哦，啊，其实伊当阵就是我有准备这个个出院，但是就到下午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就发高烧。啊，尾仔阁有一个拜人，哦，我嘛来去教会，啊，就我教会朋友讲，伊嘛目望见大哥哥，哦，啊，伊迄个这个教会遐拄着大哥哥，啊，就甲大哥咧讲话，啊，大哥就讲，嘿啊，伊都，尾仔教会顺顺的，啊，尤其是讲去主日的教室，吼、哦。因为主要教室是尾仔搁在恁咱今仔伫遐食饭，啊恁看内底啊，其实遐拢有搁在改建过，算讲，迄嘛是搁在买的土地，啊，着主要物仔拢无所在，啊，即摆迄个所在着安尼起起来，啊，着迄个朋友讲，大哥讲伊着要转来遮巡巡的，啊来遮看看的，啊了吼，着讲啊，伫摆博物馆遐诶林地啊是。都嘛是安尼，互感觉讲，啊有影大哥哥就真好。啊，尾后我就住喺上港，因为当阵店面大哥哥嘛是，就是车伫迄较落尾迄当阵，啊尾后就上港，无只大哥哥真是会放心。你妈有倒来教我看看。是大姐写的主题，大姐是写上帝赢了我们全家。那时候其实我有跟大姐讲过。就是我收到潘哥传给我的简讯，原则应该是这么说：当爸爸过世之后，其实你是很难过的。可是我看到那个简讯是写说：“梦梦，我们输了，但是上帝赢了。”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不会很难过。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反而是会想笑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人，那我们输了，可是上帝赢了。那其实上帝赢了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上帝赢了。不只是赢了爸爸，而且上帝还赢了我们大家，因为我们大家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或者是说在这一段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就让大家更体会到上帝的无限，然后人的有限，所以两边的这个磅秤去称起来平衡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输了根本不重要，因为最主要的是上帝赢了，妈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，所以上帝先。接他回去天上，那我们其他在地上的人，我们也被上帝掌握在手里，所以我们是他未来也是会赢得的。那就像大姐写的，我跟大姐讲完那一段，那个我们输了，但是上帝赢了这一句话之后，大姐说她突然明白了，因为赢了是赢什么？不只赢了爸爸，还赢了我们全部的人，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上帝的这个爱里。那我其实我每次想到这句话，虽然很难过，可是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你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你是要很有，就是你要很开心，而且你要很骄傲的讲说，我们其实是有盼望，我们其实是有未来的，我更不用担心之后会怎样，因为之后大家都会在上帝那里跟爸，还有跟阿公阿嬷，或者是其他远亲近亲。大家都是还是会遇到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对于未来你会有一个期待，你会有个盼望。现在虽然爸爸实际上可能没有在我们身边，可是真的不用担心。就像我那一天在家里跟珍姨讲的，我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是吃好吃吃不好吃，吃开心或者是看电视，爸爸虽然不坐在我们这里，可是我第一个念头想到的都是爸爸在开小会，爸爸在湖北。所以他没有跟我们坐在这里，那没关系啊。我现在在台北，爸在湖北，或者是我在吃饭，爸在开小会，他在开会还没回来，我们在这里而已。所以你只是会有这样子的，就这样子的一个念头，我就不会一直觉得说爸离开我们很远。其实就像你跟我讲的，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，
就今天大家在拍合照，是是是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一张是个照片，因为那个高度吼，因为大张，所以站在一起，我就不是跟大家一样嘛，就把它是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一起，对啊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想到那一句“上帝赢了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放心。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